有没有在录？有啦哈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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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欢迎大家收看 KU Studio。OK， 其实呢，今天这个 slogan 呢，是我要补当时一日系列没有讲到的 slogan， 因为那个时候录的还是真的是很匆忙，然后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真的体验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觉得今天天气还阴阴的。我不哎对，说到一日系列，老师你有在看我们节目吗？老师，老师，嗨。哦，我相信老师应该有在看我们系列。我不知道我们上次的点阅率多少，永盛，我们上次的点阅率多少？哦，300多而已，才300多而已，这让我有点心痛。我们那个时候早上几点起床？早上大概5点多起床嘛，然后结果呢，现在才300多而已。但是我得感谢老师，让我们这次得了第一，再次呢 ，KU Studio 的团队呢，再次感谢老师。OK， 这不是重点呐、啊，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是需要圆梦。什么叫圆梦呢？就是把自己的梦想呢。成真，然后呢？我们今天去哪里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华山。华山有什么地？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地方？因为我们之前的剧组呢，有想要说去眉山，但是我跟他讲，但是我跟我们的剧组讲说，我这个不行，我的体力真的是甚低，对，然后爬不了多远这样。然后他们最后折中的决定呢，决定去华山这个地方。那听说那边可以泡脚。对，我是没有去过华山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跟谁去过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，我很期待，我非常期待这个旅程。那我们今天呢的旅程呢，就正式开始去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。Let's go！Not a place, not a town, memories lost, but for now Breathing in, breathing out, took out my thoughts, back off the ground Walking down, not a street, passing by, people meet Anyhow, just for now, I'm realizing what I need I've got you, come to my mind Well, I guess it's kind of sign Don't take long to realize I think it's time, so I'll raise my price And I am running around, looking for you现在怎么了？各位观众，现在才骑一段小段。我跟你说，我没有骗你，上坡真的很累，我要下来用牵的。他们要死了！看体力好好练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减肥。你看那一天不跑十圈，看你的肚子，看不休息。看肚特写一下肚子，哦，感觉很有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体力不好，就不要去上坡，知道吗？永远不要去上坡，因为你他妈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体力是好还是不好。亲爱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可能会看到我身旁有个鬼影一直出现，不断的出现，前进又后退，前进又后退。那隆重的介绍一下，今天他是我的车友，鬼影的头啦，鬼影。对对对对对，为应了我的答应了我的请求呢，他在旁边默默的陪伴着我们旅行，对，也在完成他的梦想。那接下来的行程呢，会有发生什么？真的没有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跟大家说一下哦，因为刚刚那个整个路途上，就是一直下坡、上坡、下坡、上坡，还蛮累的，真的。那这次呢是准备挑战华山这个部分，其实，在当初啊。我们在设定的时候，原本是眉山嘛，啊，因为我体能真的不行，结果没想到我竟然在路途上妈吐了那么多次，我真的有点更脚有戏精了。所以说我现在，
回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想让永盛去骑一下，让我们的幕后摄影师去骑一下。对，这是我心里的小小的梦想。那圆梦嘛，总有第二个梦想，就是让永盛骑回去这样。因为他都跟我表示说，他都有骑过眉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体能一定是 OK 的啊。其实我觉得住在山上还真的还挺不错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安静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OK。我等下准备要上山了。好，现在骑起来怎么样？觉得他们快废了。感觉可以吗？觉得不行。我现在休息一下，各位观众。好，先洗。他们都快废了，真的很废。缓一下，缓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人在。我们快到眉山，不是眉山，华山。我们快到华山的，我们在华山的山脚，应该可以这么说。然后我们现在人在莱尔，然后呢，我终于体会到骑车实在是不容易啦，你的体力真的是要好。啊，你刚吐了几次？说到我吐，今天你就变笑。吐了几次哦？四五次吧。然后第一次我是在工业区的时候我就吐了，啊，工业区吐完之后，我再走一段又不行了，就吐完就一个转角而已，就吐了，真废。那，经过了一些补充以及休息之后呢，还有一个朋友在拉屎，我们再等他一下，然后等他拉完屎之后，我们再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等他去工地。OK 了啦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人呢已经到了华山的山脚下，就在这边。你看，一望无际的前方呢，就是我肯定要去的地方了。那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那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现在身旁的左右两边是这个什么情景哦？我目前左右两边。就是荔枝树啊，跟什么土地贩卖啊，竹林跟竹林，对，他们大概就是这样，乡下地方嘛。那其实也还有庙，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怎么说啊？这个就是太大的变化。其实前面那一段你们看到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话讲，然后是因为我真的已经吐了五次，然后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心情跟大家讲话。不是说我不跟大家讲话，好不好？对。在学校里其实做了广播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就是对着麦克风那边自言自语，这个其实是我已经习惯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很好奇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华山这个地方？反正我是没有去过，我不知道跟谁去的，我没去过。那么前面呢有个表示，就是华山咖啡园区跟漳湖化石园区的部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个房子。感觉有点怕，好像在这个，各位你看到吗？我不知道这个角度 O 不 OK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间房子真的很漂亮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乡野间这样，高贵而不失优雅，这样。怎么感觉我要在帮租房子业配，而不是？现在怎么了？各位亲爱的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小心后面有水沟。人生呢，只要每次不用骑，偶尔呢要下来走一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直都用骑的，你的肾已经很虚了，你还用骑的，你这个是虚掉。其实这是借口吗？这不是借口，把你记者吗？这样擦掉。我们现在人呢在半山坡，然后那个后面这一段坡，虽然它之前的坡是九品莲华大道，但那么的缓。但是在越往后的部分呢，它比九品莲华大道的坡还更陡一点，对不对？就像学校汽车道那边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，整段路呢都是骑的这台车，这台车。的厂牌是什么呢？叫做捷安特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有捷安特的厂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么它的性能呢？它总共的段数是14段，
那它的速度呢，骑起来的感觉呢是不错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这种车呢适合初学者，就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公路车的人，或者是说还不知道选公路车的时候，不知道要买哪一种型号的，或者是适不适合自己呢，从这台车呢就可以当做的练习这样子。那我自己骑起来的感觉呢是非常棒的，因为它不仅适合初学者哦，它现在上山来讲呢其实还是够，因为我也算是个初学者。那这台车的车龄呢已经是3年了，那到现在骑起来呢感觉还是一样非常的好。那也可以欢迎大家入手捷安特的这个公路车。我来访问一下，请问你要签多久？各位同学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来过这边，你绝对不要在那边呆说为什么我会签那么久。这个事情都已经肾虚了，不是？不要这段不要剪进去，好不好？在旅途中啦，对，但是这个坡真的是还是很陡，陡到一个不要不要的。那刚刚那段路实在是我们卯尽了全力哦，在平淡的腿真的还是不行。现在已经快要到的感觉了，我非常的不爽，竟然差一个莫名其妙的工作去做这样。什么莫名其妙？圆梦计划呀？是吗？梦想哎，对不对？你这里梦想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其实不是，真的破灭了好不好？破灭？为什么破灭？好，紫色公路跟华山观止到了，到了，这边训练脚力对不对？对，我也在南华也没少训练。有看我们指标了，泡脚请向右转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有了，有了，好，很好奇啊。刚刚那个上坡，我就这样。即将快要到了，天空之夜养生咖啡。哎，请问你的想法是怎样？到上面再跟你说。终于到了呢，我觉得我快去了，太紧张受不了了。哦，赶拍也很累。那我们现在人呢已经到了华山这边哦，这边的天空之夜这个地方。那今天很非常的辛苦，从大林一直骑，然后一直骑到这个地点，一路当中都是上坡，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你们自己开车来或者是骑任何一种车辆来，你觉得一路通都是上坡。那么今天感谢我的幕后团队啦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摄影师，感谢我的车友，来，入镜一下。OK， 感谢这位大那个什么，对，这位仁兄啊，仁兄啊，不管无所谓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一日啊，不是一日更正，那个快脱口了吗？圆梦计划成功好不好？我们喊一二三，圆梦计划成功。OK， 对于这一次的圆梦计划呢，我想算是有成功吧，因为呢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我还是第一次骑着我的脚踏车冲到华山去。OK， 是真的很累，那么也是第一次呢，吐了这么多次，但是最后呢，我还是有成功的。那再一次温馨的提醒各位哦，各位骑车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戴安全帽，那么呢，要一定的适时的补充水分，水分才不会流失哦。一定要记得要戴安全帽，这个真的非常重要。对于这次的圆梦计划成功 ，Yes。放慢。
累了，水呢？哎，各位，出发了。